你好，我是徐建伟。今天去明街上面中国银行旁边这个商场，以前美心病屋后面，现在叫麦心病屋。商场里面新开了一间上海餐馆，叫老鱼丸。这里可以九点半的，所以可以过来吃早餐。有咸甜豆浆、咸甜豆花、油条、葱油饼、萝卜丝酥饼、红豆酥饼这样。我就叫了个咸豆浆。新增期间消费满30元就送小笼包一笼，呢笼是送的，呢笼牛肉小笼包，肉质有啲实，我就比较中意佢嘅猪肉啦。桂花莲藕几好味啊，做得几淋，爽翻口啲就好啦。熏鱼、醉鸡，酒香都够喎，都入味喎。我啊好少饮酒嘅，食完都好似有啲上脑咁。萝卜丝酥饼，呢、这个雪菜肉丝炒年糕，呢、这个炒得几好啊！总括嚟讲，味道都唔错噶，不过缩埋喺个商场入边，喺边间外边都睇唔到嘅。今日到呢度，多谢收睇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，拜拜。